我的 BB， 我的低潮总共有237，我细潮总共有30，这就是也太少了吧？三年前电脑，不是四年还五年？也太少了吧？三年前电脑，不是四年还五年？不要去，先叫保安科去楼上。啊、你还没上楼，一定就死了。又是第二次，听起来不太妙。Rush 那些从头到尾我都有录下来，我也有啊。就然后只是每死掉一次就停下来。第一个人是 Doctor 医生或者博士，第二个是 FBI Agent Mulder， 第三个是陌生人，然后第四个 Paranormal Investigator 什么调查员。第四个是 James， 然后第五个是那个科学家。CHAL 可以咬吗？嗯。OK， 正确。什么东西？我要假借你的名义发文。干。啊，对，我是泼在我自己墙上，可以哦。Kenny 呢 ？Kenny， 你还有玩吗？他去一东西，等一下就回来了。啊、OK。那我等他回来。我先清一下我电脑空间，要不然真的太小了。去吧，电脑真的太小了。窝上的窝先砍掉了，反正是玩的时候再找回来就好了。砍了，砍了，这不要玩了。对，我再装回来只需要十分钟的时间。对，那是我那时候一起看，但是看你们什么时候有空就不看呢、啊？我们时间去大个便了。我们等下错赛，我们还剩第四集还没看呢。我不，我等下直接抽赛。不会，我刚刚又没有到位，因为我们人多。我刚只有两次，真的吓到，真的很恐怖而已。其他都只是稍微小被惊吓一下而已。阿斌，你还记得上楼之后？我刚两，我们两个一起一直在乱开枪。别录完，那我不，我先站离位置，你们。你们应该逗我电话吧，有的赶快打给我，要开始要打给我，那我真的忍不住了。你去啊，啊，我不知道你电话。零二你是88889，我贴在墙上啊，贴在那个贴山里面，你们自己。有人说半夜不是仙剑大师说半夜我家外面传来电锯声，吓得我起来发文。钢铁耶。杨迪说他要忙，所以他可能不会玩。那还有谁要玩？不然他怕等一下玩到要中途离开。好吧。啊，我找雷还好了。让还没玩的走前面，我们走后面吧。那些凡客来的话，就可以帮我们翻译他们讲的话，让我们更加了解剧情。哈扁五军之靠，不做了。什么？12月2号凌晨1:30，台湾同步 live 直播，请锁定雅虎奇摩电影。
莱克就没文化，他走第一个啊。等一下，就反哥走第一个，因为他没玩过。对啊。如果他死怎么办？好问题。我们会警告他。哦。然后这次我当医生，这样子我血带跟绷带线我就可以用。匪弹的雅利亚。你先。给我们一些子弹吧。如果他的剧情设定是说枪子弹那些一定要去找，那我就不破坏游戏性了。哦，好吧。现在有中弹。哎，张不压啊，哪时候一次？你来南部，我就是。我本身在台南的啊。老师啊，我也在南部啊。只是中间多了高雄而已，哈哈哈哈。反客没有任何，哎、欸，他有一个观众，就是我。什么？什么事？没事，他实况牌啊。叫什么？他有发在那个专、啊、业上面。哪个专业？137730中队专业。Kenny 要多久啊？他在四分钟，那我先去煮泡面。发生什么事啊？没看到。OK， 我回来了。是阿兵要玩了、哦。嗯，看看吧。我被吓到不想睡了，感觉。有什么？等一下哦，那个子轩他还在路上。
欸，你超近的。又去啊！我刚回来。你那个球还打错了。我故意的，秋意的球。啊，不然我不要玩了，我剪接影片好了。No。No。我要开始了。可是我还没等子轩呢。子轩不是回来吗？他选职位啊。哦，他选了。子轩是哪一个 ？Kenny 吗？嗯，哦，所以有五个人呢。感觉说他要啊，雷他也要，好啊，那我们再等他，我们再等他好，雷也没有过。阿斌，嗯，阿斌可以滚了。你们有看过那个痞子英雄首部曲吗 ？No。因为我那群里面我们在问说那个一把那有没有出现一把枪，一把特种部队拿枪，然后不知道什么枪，我转贴到我们那个，我转贴到我们这个群里面。白客，你吃很饱、哦？没有，我只是喝很饱。我转贴到我们那个，你们看一下那把什么枪？大旭可以走了。人说怎样？可以开始了。雷说雷要来，雷要。蛋黄拌饭好吃。嗯，别讲了，我都很饿了。拉稀。真的不知道那把什么枪欸，我真的是查不出来。战舰世界，一个上。雷说要等一下，我们先干什么？他怎么要等他？我们等他关。他说他又来，他到不了。哇，喂，你不等他啊？说等一下。那是等他啊。那我们先开始啊。可是他进来。没有职位了、啊，只能当那个背后领了。对啊。啊、大家都进不来了。我。抱歉，你还是重开一下。那我觉得太等他一下，我不然到时候人家他又在，他又会讲说啊，你又不等我，好啊。好了、啊、不等我好啊以后不被我。有啊我跟他讲啊。讲什么他说。嗯。嗯。然后他再回我。
跑去把灯关掉，更有 feel 了。Rush， 再组一把枪吧。嗯。啊！雷上吗？没看到啊。哪边来吧？我不知道。我看到阿斌贴那个，你看那个阿斌最新贴那张图片。我跟 Rush 设计的枪。那个是我跟阿斌一起在用枪。在哪里？我都没看到。他刚贴了，刚贴了。我手机刚看到而已。前面还有铁拳，然后还有铁武林，傻笑。呀，老兄，我们到底是怎样改改的？它原型是一把 M16，就是 M82吧？这已经超越了。老兄应该是说，它下面的武器全部都是用完几抛式，然后变回 M16。没错。我看一下，那个双弹夹，我就不知道了。老师，以后这把枪我们要丢在任务上好了。靠腰，你们是动什么做的？按住 Auto， 你现在就可以用了。按住 Auto， 然后你就看滑鼠就会指出一条线。嗯哼。然后开始画画吧。哦，继续。真是无聊你们。没办法，就一直在等人呢、啊。Rush 还画了一个突破天际的四子棋，他前面有个点。啊，雷在分享影片，真的是。抱歉抱歉，我刚印东西。没关系。哇，那个照片好有 feel 哦。我上次在测试海军的 Rush。怎么测试海军？我伤的啊，有加贺吗？我不知道啊，他我上次说会先出日本跟美国。哦，兰花的梦想终于出来了。啊，嗯。德国为什么有夜视镜却打不赢？二战呢？啊，夜间战都打输美国。二战吗？他们二战有夜视瞄准镜啊。可能是等级不够吧。还没封顶，全部都新手。有可能。都国民兵。子弹兵。子弹兵算高了。
哎呀，BF 可能后面会出僵尸的 DLC。BF 四，战地风云吗？嗯，刚好扯。嗯，看一看又要吃支援了。阿斌，你有想过在枪上面装放那个吗？标记？放大小？标记？镭射指示器哦？没有，我说在枪那个整个图上面标记。干，你是要标谁啊？上面点我邻居，那标谁？标悠悠好了。完全，你不觉得你下面画那把手枪完全变成拿来垫地板了？还有点五零，还有那个我的那个大头灯。可是你打的是装在黄魔帽前面的。哎、欸，我刚我贴图那个已经找到那把，找到叫什么名字？叫 CZ 八零五，找到了，捷克的 CZ 八零五。哦，比较慢哦。超慢的啦，对的。他通关就是又一小时。还是我们先开始？可是他，再等他一下，再等他。现在1:01了，我们等到一点。他。要怎样？只等他干，不然到时候他就上来又会干说啊，他、啊、又不等我，好啊，等好啊，你这重开机那个，是吧？等一下，蝙蝠侠越做越自证了。哼，有在讲说，那个 Windows 不是有时候会想要跳什么什么，你可能你成为盗版专题的受害者，你们知道吗？有，我之前一直出现那个。然后就有人做个图说，当右下角出现那个的时候，他说上面说你可能是盗版专题的受害者，对不对？那下面就有人贴一张图说，呵呵，受害你妹，我们就是受益者。他讲。谢谢。我刚只拍了张照，不过我刚全程都录。现在怎样？雷要多久？哦，雷上线了。真假？雷到 FB 上线了。密他。我已经密他了。他已读我的讯息。
明天我晚上有放假，明天晚上有休息。明天我没课。明天要马上有活动。去死吧，干！真的哦。什么活动？明天礼拜一啊，阿玛森没活动了。不对，明天礼拜二。那个暴龙那个好有出来了吗？啊，那个影片下面也有写 WIP 啊，就是说在进展中的工作。哦。快一个很闹的哟，就现在记者都喜欢报道。现在记者爱报道这种关，那个是关报道，其实是一个路人运动。要留大力点，留大力点。拿杯子给香槟。要。老实讲，我也不会开箱子，我也不会开，我也开啊，就用那个栓打开就好了。就是嘛，那个用手开，你手会痛死。我是那个打火机 Ultra 打开的，就找那个有盘子的那个东西钻开它就好，不然就用夹子把它夹开。真的。不然就是直接把它打破也可以啊，打破不能喝了吧？不然就用手刀把上面削掉就好了，手破了吧？对我们常喝酒来说，这是小意思而已。雷说他的黑面具喷了，要重装。走吧，黑面具而已呢。嗯，要等他一下啊。黑面具安装可能要两分钟，等他两分钟，我们都等这么久了，等他两分钟。我们可以等。高雄路又塌掉了，这次是有那个什么，送货的车子让它塌掉了。哦。啊，开台好久了，不是、啊、录影好久了。先关掉啊。没关系，反正一下子而已，录这样还好了。今天呢，我都没吓到的。雷老师，有人雷发那个魔猎人说纠团猎龙，谢谢。什么纠团猎龙？魔猎人啊，哦，谢谢。来了，他来了，刚讲就来了。哦，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我们等你等超久，开台都在等你了。
那也意味着重选职业吗？开台开这么久了，你不知道我很大牌吗？哇！不要模组啊！不要模组，你要装重化也可以。啊，装 AGM。你有装 AGM？ 嗯哼。大哥。意思是说我挂着全部模组进去，我也不会出问题，对不对？没错，我刚刚也是，刚刚是这样进来的。我刚刚也是，我刚刚把 1.5G 的那个11月30号载好了。Fuck you！ Q 吧。这满人是几个？六个人。对，还有一个位置。现在刚刚是五个人进去玩，我一边录影是不会累的啊。雷加进来我就不知道。你做什么录影？我加进去你也不会累个啦，我会累个。什么那个？我知道，你不是用这个录影累个吗？他说有人要玩魔行吗？不要。有啊，阿兵跟阿西玩。啊，我是今天又玩。我晚点去我舅舅那边电脑中，对，可能要明天了。我爸又把那该死的那个自动断线系统打开来了。手机输错密码太多次，一个男的得等45年才能开，再开。哈哈，太可怜。那我宁愿干脆换一只了。法兰克，你那把叫做叉西亚？那把不是叉西亚，那把是 CZ805， 自己查。CE805，等下杰克的 CZ805，是不是也把长得像 ACR 的那个？嗯，那把是叫什么？马三的。还是你在说别吧？不知道，就不知道是哪个国家，他有拍那个关于那把枪的广告。你在公司。然后。他就长得像 ACR， 也有一大堆猜 ACR， 就都猜错了。不知道，好像是杰克做的是吧？不知道，我们在哦。不知道。不过现在最近 ICS 不是出一把那什么什么新枪，看起来很好看。嗯，就很 full 嘛，就很像 M4， 可是真的蛮好看的。内装也是很 full 啊，但是它外表超好看的。无论如何，那就是个该死的 M4，跟 M82 一样。好，好，现在才跑。雷终于来了，等你等超久。Scientist， 科学家，你知道这个档很大哦，然后酒没多，氢化物跟那个铀原料来制造炸弹吗？还是我可以将火药跟那个金属碎片合成做成强力闪弹，破片弹就对了。想太多了，对吧？你可以把一堆那，你可以把那个图钉，一堆图钉塞进一罐那个充电炮里面，还是一直充电炮里面，它的啪。用那个它有，还是我可以现场做出一支，生化手榴弹来。就是鼻屎塞进一手榴弹里面嘛，然后他啪啊，看污染，超强大污染。等等，你现在在干什么？把鼻涕塞进去，这样就是那个打开，然后灌火药，这样，然
然后打开之后不是人家不是感染病毒死掉，是哎呀，那跑光光了。哎呦，哎呀，哎呀，死啊呀，不是。大师可以开始了。啊，可是我才考一半，没有啦，那阿兵跟雷还在那个。哦，我帮他们进去。OK 啦。因为那个这个档案蛮大，九枚多，要等一下。九万多。阿兵，你看我正在画，我没办法画线了。九枚不是九十枚吗？你有什么没办法画线？我 不是九十 EMB 左右吗？今天都没吓到人，哦，我可以画。不，我的 iPhone，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他变成一个火柴人。你们画了小梗，感觉是后面有个火柴人，然后后面背着菜刀，是不是？画了他。哦，对了，我前几天上那个 PS 课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就在讲解那个如何画那个狗骨头，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名片嘛。狗骨头。然后你们知道狗骨头怎么画吗？是什么？我们就是狗骨头的画法，我们不是用笔画，我们也不是用那个什么电子笔在画，我们是用电脑去画。然后你知道怎么简易画出个狗骨头吗？不知道。首先呢，你需要拿圆圈工具画两个圆圈，然后，画一个圆圈，然后复制成两个圆圈之后呢，再拿方形工具画一个长方形。嗯，你这样讲我很不擅长。然后你就会看到呢，你就会看到两个圆圈加上一个长方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到底在画什么？哇，我听不太懂。狗骨头是要四个圆圈加一个长方形，合起来就变成一个狗骨头。当你只画两个圆圈加一个长方形的时候，嗯，你快点啦 ！I get it。你快点啦！你是伪善型，你看我手术完成了。我才读到一半而已，这地图一定有成绩。你还帮我讲那个点？他还有邮箱。我们用那个，我们在地图上乱画画。我好了，好了，我画好数字了。他还有邮箱。干！他那个新的 DLC 到底塞入了什么东西？不会，可以在指令上面开枪跟斩钉上面开枪。OK， 你看乘128哎、欸、，No fuck you。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装 DLC 的状况下，不能在直升机上面开枪哦。可以了，已经可以了，还是可以了。没有，那是免费更新啊。哦，付费内容就只是增加了给你几台直升机而已。哦、你看我画好秀一的，部署是没有撑盖。那几台直升机是有比较旁边玩沙好开还是怎样吗？哎、欸，为什么上面多出了那么多条颜色的那个按钮？那是干嘛的？什么颜色？那个啊、哦，那个我知道画地图那个颜色，是不是？没错。哦，我这边让战魔。这我要怎么画？按住 Alt， 然后开始了，干！哦，那不怎么？不要玩地图了，我改天有时间再玩。我帮鼠士加了涡轮的，好累哥哦。啊，没有，还没进去。是哦，开玩笑的。我怎么变阿拉了？是你选阿拉这个图，面部的那个什么？我们带夜视镜好了。没有夜视镜啊？没有夜视镜啊？看我身上什么、啊？我只有雷射直击、欸。我雷射直击、欸。我不要枪，谁要？有手电筒。哎、欸，你们有装 TFR 吗？有啊，哎、欸，我有夜视镜了，我有夜视镜了，
你那是望远镜的夜视镜啊？哎，望远镜，没事，这也可以啊。科学家居然身上连个科学用具都没有。有啊，你有手电筒。阿斌是个阿拉，然后子轩不要动，走开，你不要靠近我。好了，霍霍。那个 Rock 是一个盗贼的感觉。为什么我用第一人称感觉比较矮？哎、欸，我们用第一人称好不好？因为用第一人称真的。我先用第一人称啊。啊？什么？意思说你们刚刚玩的时候都没用第一人称吗？完全死掉了。刚刚说啊，我们有想过，但是实在太恐怖了。哦，打雷！你们讲话嘴巴会动哎、欸。会啊，一定会的。哦，地上东西，地上东西可以捡。地上枪，我捡。法兰克阿拉的耶，法兰克阿拉。那谁不要枪啊？有人把枪丢地上了，我捡了。那是什么？那其实只是给你照明而已，那枪只有手枪而已，可以用。OK， 可是我没有手枪的。这些无线电包你们都丢了？嗯，没有用。我连杯子没用。我连杯子。我们自己身上就有小只的无线电。无线电不要挑，因为这样可以增加那个，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这样子。对，就强制聚在一起，不然我们就把无线电全丢算了。啊，无线电全丢啊！我要看到每个人都丢了无线电。阿兵登个屁 NCC。阿兵登屁 NCC， 给我串。不要无线电。一二三四，还有两只没丢。有那个子轩还没丢，然后雷雷还没丢。这灯真的很不亮。有。OK， 这样应该就 OK 了。是另外一个人不丢也没差，因为他也没东西可以联络了。OK， 我们走吧。所以只能用 TS 咯。对，用 TS 这样讲话。慢慢走啊，慢慢走，不要太急。那谁走那么快啊 ？Rock。Rock 回来。I didn't mean to scare you. I'm kind of lost. 前面那个小妞。Lost。Rock， 你玩过了，就让那个没玩的先走。Yeah, I'm looking for a Silent Hill. Is this the right way? Yeah. It's hard to see with this fog, but there's only the one road. You can't miss it. Thanks. But... Yes? I think you'd better stay away. This tow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it.It's kind of hard to explain, but... Is it dangerous? Maybe. And it's not just the fog, either. Okay, I got it. I'll be careful. I'm not lying. No, I believe you. You lie! It's just... I guess I really don't care if it's dangerous or not. Come on, I'm going maybe to town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 But why?I'm looking for someone. Who is it? Someone very important to me. I'd do anything if I could be with her again. Me too. I'm looking for my mama. I mean my mother.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ve seen her.I thought my father and brother were here, but I can't find them either. I'm sorry. It's not your problem. No, keep your mouth shut. No. Let's talk about this. Yeah, you too. 知道吗？这种时候都只想按快转而已。反正他是讲，反正就是主角应该是刚那个男讲话那个男的说什么，他来这找东西，然后那个女的警告他说里面很危险嘛。就这里，可是里面可能很危险，什么东西不知道。按照没关系，反正我是来找人的，在找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这样。他说刚刚是谁用那个那件就讲出那种话，那种用？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是他自己给的声音吗？哦，好了，应该是走这条路没错，就走一条路。我希望不要那种跳画面那种恐怖的东西，因为画面突然跳出一个鬼脸这样用。我的 FPS 快去睡觉，那比你懂的，快去睡觉。我 FPS 也只有十几张而已。最后有哪只？我 FPS 很高哎、欸。我 FPS 只有十几张而已。
我还一边录影。我是一边录影啊。一次六个人，他们会有谁存活到最后呢？有人，前面有人。阿拉表示只能阿拉。还有一个在电线杆上走过去。走，我们过去问他话。瞬间天黑了，我们进入异世界了。他是我的所有人，我没有他我怎么办？在十年之前，我在这里失去了我的老婆。那个，因为我又错那个房子整个烧掉了，我没办法救他，但是他也没有，他也从来没有在我梦里面出现过。等一下，等一下，他只有在我梦里面出现过。在我梦中出现过，这样，就是这样。There's a book on a chair. 不，来。You don't say. 来，不。我骗了，继续吗？这边害我们已经，这边已经害我们阿姨。为什么？啊，走进去。这边我建议一个人进去就好。反正要我进去吗？对啊。看着恐怖哎，确定？确定啊。看我看看，确定？那我先把喇叭关小声。我陪你，我陪你，我陪。我给你们提示，躲好角落。没错。干。那反正我们继续。这边，这边有一个情报，有没有？我建议躲我这边捡情报，等一下。不是啊，现在怎样？骷髅。然后我建议你拿情报说我那个我窗外跳，窗外跳怎么跳？对，我刚跳出来了。W 加 V， 你要那个用快走状态，就是那个快走状态，往那个。你先让你把我丢在里面，你看恐怖。我这边有个窗户啊。那个要先拿文件。越多人进去，越多人死亡而已，所以。反正你先去拿文件，然后等一下往这边跳出来。差不多卡住了。等一下，你说，所以要拿着文件就对了。跳有点恐怖。如果你跳不出来，你就该躲角落。好了，我把喇叭关小声了。不会有喇叭声音，不会有喇叭音效。OK， 我要站远一点。三、二、一。写写的去写说什么？忘记你的记忆，你的秘密。对这个，并不是对这个人真的很好，这种情感来代表。当我死后，玛丽不在这里，找不到他了。那个时候我们全部的人那个挤进去是一个错误，大家在战斗，没了吗？没了，没了吗？没了，就只后面一直摇晃摇晃，一直摇晃摇晃。没有啊，这边有烧起来。我刚没看到啊，我刚刚在看地图哎。哦，那样。
那你被逃归，你逃归劫，看到你逃归劫，都没事，超屌的。是的，我刚才看地图了。我接下来，法克，你看地图这些都有那个问号点，你每走完一个点就打一个叉叉。了解。然后建议是在全屏。建议是拿完文件之后就把地图关掉，因为他帮你开地图。对对，你一拿完就马上那个关掉。不然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等一下，等我一下。OK， 我不要记完了。OK， 我不要，你们看看你们确认有没有？有。OK， 打个白色叉叉。那谁要查哪一间？都可以啊，随机。每个问号就是一个卡群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从，那我们从这间开始好了。哎呀，我不要，这间我们来过哈。我不要走第一个，妈的！干你们刚讲那，害我想到会不会里面突然出现一个巨大怪物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的。啊，想到啊，干、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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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pass， 为什么 pass？ 我去，你很奇怪耶。好吧，那 Kenny， 哎，马上后退哦，要马上。还好，差点压到。靠背，好吵。我们要怎么过去？那个应该不是音乐队吧？哎、欸，那是尸体、欸。这是没死的，这是我们没死的。哦，哎、欸，望远镜，有具尸体。我应该不需要望远镜看主要哪个。我要，我要。干，好在我刚刚没有走第一个嘛，对。没有罐头，我需要罐头。哦，我们走，我们下一去下一所吧，这边应该没有。另外死一个人。这边哦，这边有情报，这边有情报。反正你来捡。为什么是我捡？然后来翻哦，我捡，然后你翻译。OK， cleaner 都有就清洁工的那个笔记，每天三万克，每个人都有，都会有人突然来跑来偷那个一些书这样。然后在那个门上留下讯息，那我 I was accused that I stole it。然后他说他被说是他被偷的，他是被告说被偷。他们打坏门，然后搜查我房子，但是我被吓到了。那些被偷走书都在我的衣柜里面，他们想把我烧掉，他们把我烧死啊，消失了，看不到了。好吧，那算了。Who are you, James?James， 你是谁？你的，我昨天在我店里面有，到我店里面去，告诉我说，如果他看到我的话，看到你的话，叫我跟你讲说，他很抱歉，他得找到一个女孩，找到一个迷路的女孩，然后我的那个商店被烧坏了，被烧掉了，我没有钱修理了，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自己死了这样。出来，我从这门口出来。阿弟呢？你在哪里？刚刚在做八十块的鸭子在那边。什么地下室？他是谁？刚刚讲话那个问我们是谁那个？那是睡觉喽。他是谁？我墙上又有一个奇怪的那个小照片。哎，怎么瞧不开？这个吗？不要全黑的。就是你近一点，那个缩放距离那样子，那个。哦，有，转头看。奇怪东西。那沉默之丘那个三角锥。哦，我看过那只怪物了，那我就看过，但我那只有看过，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这边两处都。这算所以这算搜查完成了吗？嗯，我帮你打叉叉。我打，我自己打，自己打，两个都搜查完了吗？对对对。可以，我就打。OK， 我们往下一栋吧。这边，往这边。从这里走出去吗？
要扣笔时间。谁被踩死了？蛇。我要走第一个。小便。谁？我不要走第一个。这边啊，这栋啊，右边这栋啊。这边吗？那这栋啊。我不要第一个进去。后面进去。因为我跟阿斌玩过的时候，我也不要第一个。啊，门在这里。谁比较有胆的走第一个？像我这么多人，我还是不敢走第一个。可以开灯。有椅子挡住哎、欸。挡住了。你们忘记 CQB 流程了吗？现在不是这个时候。啊、要从正门过去、啊。要走正门。正门在哪边啊？走这边。这边有吗？这个地方都烧掉了，这个地方都已经烧坏了，被烧毁了。烧回来更是完整。就内装被烧毁了。Go！有水。哈。嗯。没事。单人任务是一个笨蛋被杀的地方。三二一。是吗 ？Empty envelope. As someone took the letter already. 这边有个椅子上有东西耶。Who are you? How did you find?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And 发生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我不想跑，让我想想看。等一下，那个灯，到时候看到那个灯。我被我靠呀，跑太快了。这已经不是很真地方了，这地方也跟之前不一样了，看起来很眼熟。你之前在之前有来过这里对不对？但是你已经死了。One girl left a door here told me that I keep one。有个女孩留了一个娃娃说给留给她的，可以，如果想要就可以拿走。我会从窗户看着你，因为我知道那个什么 Paradise Airport看的票。头会那个三个头的那个头很大，那个会来杀我。这边我可以用，我捡到。哪里？三一二。三一二房在哪里？靠！不要再靠。一个人。这边有信件的，对，这边有信件。我看全都写。这个他都写，这边有金鸡，你这个脸上都写，这边有金鸡，对啊，这有金鸡呢，哎呦，这上来配，哎，你们谁在二楼？有人在二楼的吗？除了我跟阿斌之外，凡哥，你可以试试看，没关系，这边还不会死。你去哪？我不要，你去。我要拿咯，拿。刚刚他是以这个角度这样子看着你，这样子拿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就变成骷髅的角度。嘿，就他就变成骷髅头，然后那个人会死掉。
那你就会感觉这个裤头是在抓着你一样。然后现在我们腿都受伤了，真的。好痛啊！等等，看哪个拼命身上有绷带，然后把它拿出来。亲爱的日记，在昨晚接近中午，接近午夜的时候，我记得他的脸呢，他跟我一起跑，他跟我一起跑，就像那没有完全没有明天一样。这个误会消失了，我很疑惑，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是不是。现在我知道是就是他还活着，但是怎么活着我不知道。我没有回去那个房子。我的灵魂在跟我闹哎呦，看这666，不知道啊，这边什么东西看不到 ？AGN 医疗箱看不到啊，看不到里面东西。调下角度，没有已经被拿光了，真的假的？那么快？已经没有吗啡了，我身上没有吗啡。再加一个，里面真的被抢光了。干，难怪空空的。需要救命的火，我丢了两个，我丢了两个，地上两个。哪里？在这边。有看到吗？华哥，你刚刚关掉地图的那瞬间，有没有看到骷髅在你面前？然后在没有，那是刚刚不是我去，不是我去关的。我帮法兰克拿，然后他看状况这样子。哦。我受伤，我需要包扎。你们怎么都知道哪里受伤？就他显示啊，可以爆炸就是受伤，加加白了，那我腿受伤了，我连头都受伤了，因为被抓起来甩干净，应该不用打吗啡吧？还不用啊，不需要，我流血，需要绷带一点，留着用。我来帮你，这个会不会遇到塔利班呢、啊？不会吧？不太可能吧？所以刚刚如果去弄，会变成阿比说，你刚刚会变成那个骷髅在抓我，对不对？对，以我那个角度看，我看到那个骷髅抓人，然后画面又在放这样。可是为什么我们其他人都遭殃？不知道。你固定的吧？shake it body, shake it, shake it body。可是他每次有。谁啊？他一直走来走去。该不要在这个范围外吧？我可以加入他的团队。I don't burn you, you don't burn me。这个膝盖疼，叫他多练着。一家的，咦？卡拉，刚刚晚上没有下雨。OK， 反哥你好。谢谢。OK， 这栋算完成了。可以往下一栋吗？下一栋哪里？这边。这栋，有车子。啊？可以选小队，可以叫小队。大家都叫小队，都叫我小队，这样比较好一点。这样比较可以知道谁跑哪去。左边都有叫小队，左边都有叫小队。反正就是阿拉花光拿枪的那个。怎么加？按哪个？抽屉这边的互动键，然后有个 JO 开头的。好吗？都有加吗？还是 Rock？ Rock 加小队吗？按哪一个？对我，过来对我。然后。Are you alone？有三个，好，OK， 有。现在自动吗？对啊，自动。哎，走。啊，这边有跟上去了。这样子。干！一下你。我。刚刚我接近那张照片，他就这样叫。就是那个三角头那个。他是那个三角头的，那个预饭头。
作者表示用惨叫不够吓人，要让自己的叫声了。这边没东西。OK， 下楼吧。这只是事件发生地点。这是不是距离越远声越小？是啊。哦，原来有东西。这根本就是好几栋鬼屋。对面吧，就对面这栋。这超多鬼屋，整个镇，整个镇都是鬼屋啊。有没有运动器材？有照片。这种大屠杀照，这一堆怪物，现在好像要吃一个人。让我想到那种，那个真的导演，那个哪一个英雄说要一台飞机了？正在受痛苦，快被痛死，和那个快被痛死和受苦痛死，但是我还可以这样这样 ，I still live wait， 我不太懂他意思。我觉得接下去旁边这个比较破烂，对，还有个绿点，对。他说我们被怪物锁定了。I used to live here， 我以前住在这边，然后，我一样跟你求。我as 我的 choose as you， 这样最好是他说最好我们只要赶快跑，最好是赶快跑，最好是马上跑，立刻跑，不然的话那个黑暗会把你推到更深的境界，这样容不了。我曾经消失过一次，我才不害怕死亡。是这个军官讲话喽。哦，那应该他是个好人。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坏人。接下来有标记吗？有标记啊。接下来就要斜对面。斜对面那个，就斜对面这个。这个游乐设施上面有人吗？嗯？一方向。这样。这个游乐设施有人跟上吗？不要想不开啊！等一下再过去吧。对啊。看那个2040那个，不管你高度多少，你都会那个在那爬。里面有个人，里面有发了。我的爸爸总是告诉我他永远不会，永远不会自杀。有时候。爸，别快跑！小姐。说对面的人说什么？他爸爸说，告诉他爸爸是绝不会自杀，然后他因为车祸之后死掉了，然后他原来没有兄弟，剩他一个人，然后他觉得他不想，他告诉我，就跟我们求救说，拜托让我们告诉他什么，是不是一切都没事吧？说这样子，那就他死了，现在死在房子里面。悲情的人生，鸟多了。他不是死在飞机上，他就死掉了。他看的是面积。去对面，去斜对面这间吧，里面有个人呢。这边有东西啊。房客，不要用这么近的距离在监视人家，好吗？Arcanteros，不知道什么意思。干，你们要推我进去了吗？
叮当。One day we will all go out and be free。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但是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上这里有什么？有些事情怪怪的，他们不知道吗？啊，他们 alien world，they all，they are lost in alien world，they give us，they that we use food，they have food 什么意思？再消费吧，等一下我再有，嗯。你有试着跑掉吗？我不知道讲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东西。他们都是死去世界的人。对啊，没有，他们都是死后战线。他们都是那个叫什么？说。哔吧啦哔吧啦哔吧。没东西，出去吧。那不要睡觉。不是勇者不能进去人家家里闯进去。也漂亮 ，OK。我超炮对零八，这间吧，这个那个游乐设施那边，是水井还是巨大的呢 ？Aren't you looking for someone? That's right. What is it? Oh, nothing. Sure is quiet here, huh? I guess. 他字幕没有跳，只有讲话而已。他没有动哎、欸，只有声音而已。左边有两间、哦，要过去吗？左边。就围墙后面。我家这前方那个。OK 啊，我们走对好了，这边去看看，去看那两间。啊，老师这边我们真没来过。对啊，这边我们来过。没来过还是来过？没来过。是。OK， 破门吧。刚刚没有进去了，换他们进去了。Bridge， 有东西。哎，医疗哎。医疗包，为什么医疗包？谁干走？然后桌上又有情资的，哎，不是。照片呢？就是照片而已。是照片。有三个照片哎，这边我没来控制，我就不知道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三个东西都可以拿吧？我看那桌上三个都可以拿。是吗？怎么拿完？我没有拿，我没选项。先一个一个拿，说不定他会跳那个字幕。我没选项。有啊，我来拿，我来拿。Bronze kid， 不是。哦，靠！我抱歉，没听见，没听见。赶紧回去。哦，又死了，真的是。不关你。没有，他找个洞出去。他就我有方法，我有，他就找一个洞。哦，变回门了，变回门了，有吗？没有啊。不行，他说要有生锈的门，才可以把那个打开。哎，你们在外面。生锈钥匙，生锈钥匙，等把门打开了。快点，你们出去找生锈钥匙。再找了。还说这钥匙在房间？在房间里面吧。不太可能，应该是刚要拿就没有人拿。刚刚桌上有钥匙跟一个照片呢。左手钥匙可以，这边这样。有东西，拿的是照片。来，桌底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上面的时候没看到那东西。我是有看到一只笔。我看到个东西。等一下，你们看，你们对，让我去拿。笔啊，那笔而已啊。这看起来只是一支笔而已。他一直逼，而且还卡住了，出不去。现在是逼我叫机枪出来把这些门轰爆啊！他不爆吧？这样就不好玩了，这样。好吧，那我们乖乖解谜吧。所以现在就只能靠外面的你们那个换二 P 角色来那个协助我们。哎、欸，我跳出来了，我们在找了。哎、欸，姑，不要用 bug，、欸那个、不要用 bug。那个窗户。哎、欸，这窗户好像设定给跳。
是应该不是这样的吧？不是这样出去的吧？你们。好吧，那我再试，我再用 NCC 回来好了。好坏了。他说什么声纹？你怎么就是？我知道。我是用 NCC 摄影过来的。啊，我不懂怎么空出来的。把可以不要用望远镜看。不是啊，我看着，看就是现在我刚好看到什么东西之类的。这个房间已经哦，应该是他们在外面弄的。他说要，他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不是要找人吗？不是要找一个人吗？他说你什么不是找谁？完全没听过，完全没听过那个，完全没玩过《沉默之丘》系列，完全没玩过。这个有照片吗？所以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去。接铁啊！这是不是就钥匙哎、欸？啊？什么？照片啊！照片上面有。我操！我操！音乐一，刚那样。以前这里有个洞，现在没有了。啊？听起来像是变性人。今天女性变成男性后的那个发言。干！不是啊，这怎么没有钥匙啊？哎，这有钥匙，我们要开哪个门？我去，我都找过都没有。再找啊！好、啊，垃圾桶也去翻一翻。垃圾桶。Lost car， 要走？我要看自己那个吗？看自己的那个身上有哪些物件吗？好大小！刚我吓到了，我也吓到了，稍微。我可以用吗啡送到钥匙吗？好像不行。啊？用吗啡送到钥匙？傻小。傻小。听得不是很懂。好吧，我们。我们卡在这里了吗？要么就是外面去找钥匙救我们，要么就我们假装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顺以为我们顺利出去。谢谢，跟我一下。所以他意思，所以他设计有问题就对了，就代表你如果没有把那个你挪出去，你搞不好不能走错一栋房子，然后就那个就像在卡住。这还是有那个攻略顺序的。就你一定要走哪一栋房子，这样你要从哪栋房子开始走，这样。可以用互动键，不行。不行、啊。我没有任何选项可以，我也没有任何选项可以按。唯一逃出去的方法也只有这个、啊。你们刚才是这样啊？你刚才有来过这里吗？没有，没有，这个就是没来过的。逃出来了，有点犯规的方法。阿兵加油！哎、欸，这有一张照片啊。对啊，可是捡不起来。他说我。不能捡。他上面有写字。看不到，我看到全黑的。I won't kill you。Yeah, I want to kill you. 我靠，全黑的，看。你要摆角度。没有，你那个，你用那个
拉大四句那个观察。有是的啊，我没有用啊。好像老花眼。哦，有看到有有。I will kill you， 但是我会杀了你。还要拿那个，啊、还拿那个来看这个照。下来下来，我们旁边还有一栋。你怎么过去吧？走吧。怎么出来的？跳窗啊！是不是也被关起来了？走，不要走，走大马路出去吧。好呀，那关这边是有屁用。对，那个是跳窗是吧？是啊。这里啊 ，XW 方位，走吧。彩虹桥，雾色世界。哦。门也被关起来。可能。可是这边可以跳出。我们是可以拯救你。这边可以跳进来。你没有。音乐。Sorry。好呀，那我们开门。这个不是，就是要。我是等一下，把它抽到那个，把它对。Gate， 一个门开了。Gate， 门打出来了。啊？走。这算是 OK 了，这里。不是吗？我刚刚这边卡，这边明明好像过去就好像有个物件卡住，我过不去就我勉强又跳了，就他就直接死掉。哎、欸，好了，这栋应该算 OK 了，应该算是我的。OK， 我们总变这样。哎、欸，多搞笑啊！音乐正听起来正有 feel 的时候，突然来一声这个。好吧，我们跟阿法失去联系了。我们往下一个点出去吧。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实在不是一个人玩的。哎、欸，这边呢、啊？你们去倒位？这间啊？这边啊？你是这间啊？不是不是，在后面，再过去，再过去后面那一间，在后面那一间。这间呢、啊？败于冰雕，真的是不行。还是沉默之交就是这种又雾又下雨的东西。什么东西？他让你看不出来。冷冷的。不是这间。是后面那间吗？你在后面那间。你看，我一咬你。我在这边了。OK。为什么要用跳？我们就可以开。对，然后突然发现看起来是空的，所以我觉得进去不绝对不会这么。东西，你这边。什么 ？No， 阿金，我完了。你在晃了。加油！加油！哎，这里有东西哎，一分。哎，我拿情报了，这有情报了，我拿了。321，这给玛丽的一封信，那是从玛丽写的一封信。I got a letter. The name on the envelope said Mary, my wife's name. 把这个钥匙。It's ridiculous. Couldn't possibly be true.That's what I keep telling myself. A dead person can't write a letter. Mary died of that damn disease 3 years ago. So then, why am I looking for her? Our special place. What could she mean? This whole town was our special place.Does she mean a park on the lake?
killing a person ain't no big deal. How about gun deal? Just put the gun to their head. You, well, that, you killed him? But it wasn't my fault. He made me do it. Calm down. Tell me what happened. That guy, he had it coming. I didn't do anything. He just came after me. Besides, he was making fun of me with his eyes, like that other one. Just for that, you killed him? What do you mean, just for that? You can't just kill someone because of the way they looked at you. Oh yeah? Why not? Till now, I always let people walk all over me. Just like that stupid dog. He had it coming too. I was just joking. He was dead when I got here, honest. Anyway, I gotta run. You're going out there alone? Yeah. 说他跑了，他说他离开这里了，他说这个人用那个很奇怪的眼神笑他，然后嘲笑他之类的，嘲笑他之类的，然后就把开枪杀掉，然后他说我没有杀他，是他来的时候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是不是不是武器吗？走，我们去对面那间，去这间看看吧。倒下了啊！有倒下，他变地暖了。为什么他突然倒地了？可是我看我自己正常啊。我看你倒地啊，可是没有死掉。他变得正常啊。对啊，我还正常，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倒下来了。他就是会靠。咖啡跌个跌个，我不行了。跌个狗屎屎。跌倒了，应该跌倒了。可以继续，之前还没查过耶。对啊，有没有好好情报？因为我刚，这间我不好意思啊，因为刚有人跌倒了。我刚要让凡客进去，然后我就走到另一边，结果就跌倒了。阿兵进软了。不行，不然我怎么丢给他？哇，不要同时挤脚步。这里有情报，应该是情报，对，钥匙。我拿到三二一，两个情报，选一个吧。我拿到一个钥匙 ，Special Key for the Secret Door， 密门，密门的那个，这有一本书，我拿了。嗯。啊，不必要，等一下吃饭。是吗？他说我。他说我遇到一个老女人，他说告诉我说，如果我找到两个那个。那个两个硬币，那个门就会打开。哎呀，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一直在讲同样的话，这样。也许那只是个谎言之类的。这我就没看到他了。然后现在卖多给，然后之后他又敲了一次我的门，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小说吗？感觉像在那个。我家电脑啊。哦，所以我把路人看到他，我有罪，这个该死的就是在玩弄我的心思，然后为什么他改变呢？为什么我改变？我终于知道，那个恶魔世界最后，我的梦，就是我的记忆，然后我的记忆就是我的梦，然后这个真实。我不知道怎么来不及翻译。那我怎么要那么连动的音乐？等等，还不笑？啊，感觉讲这个了。看看，我看到这个人。刘表，想跟打他。
说我们刚刚收完那一段，他右边跟左边都还没收过来。要把他打下来。没有了。你看他背后有光。哎、欸，旁边还有一个人。圣光，左边还有一个人。后面有听到吗？电话没有用。他说有在那里，在那里我们可能要去看看他是不是需要帮忙。队友在这里，他说我们需要帮需要帮忙。这个上去，这个上去。拿在边上。看着他，免得他掉下来。哦，我都掉下来，东西掉下。这是什么？啊，刚好东西掉到雷前面呢。雷才被砸到的。还好刚走歪了，没心态。我上去找他，我上去找他看看，他做动手的需要帮忙。他不要跳了，都要打119倍。哎、欸，有七可以拿。哪里？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地上就，其实我拿取情报。哎，我已经找到，我拿来看了。Bar key， 那个酒吧的那个钥匙，这有个情报可以拿。有，我看到我了。用血的那种思念，还有他去哪里的，他会在那个教堂里面，他告诉我一个梦，然后那个这个让他觉得很恐怖，他想起。我的爱自爱就消失了，这个上天让我快把孩子快爱死了。再找到他，或者是那个风，那个会被这个风往中心杀掉。这有个情况，告诉我，是风景。这边 OK。Are you OK？ Sir。哎，不要站在那边，好像很危险。哦，他摔死了。他说他自杀了。男的，他自杀了。哦，他自杀了，那算了。这个人在这里有谁？哎，教堂里面有看过吗？教堂里面没有东西，对啊，没有东西。要拿到教堂钥匙吗？没有啊，这栋里面有人，这栋里面也是一个点。这个二楼也有人。You need a special kit。在第二边，在第二层外面。有没有？他指的是这道门，他指的是这道，右边那道。开不了门了，谁开门下不？哎，走，去。他指的是这道。卡住了，我开门。不要开门。左边这边有东西。这好像也是个点，好像也是。我的灯好像没什么作用了。我的也是哎。刚有 EMP 吗？里面有一本书。情报往哪？我们都不会睡着，但是我们也不会改变。我们都会改变，我们都会变。这情报吗？楼上还没收吧？这是什么比斗士吗？哦，有点不想玩的，感觉要破很久。反正没人死啊。这情报往哪？
In the beginning, people had nothing. Their bodies ached, and their hearts held nothing but hatred. They fought endlessly, but death never came. A man offered a serpent to the sun and prayed for salvation. A woman offered a reed to the sun and asked for joy. Feeling pity for the sadness that had overrun the earth, God was born from those two people. God made time and divided it into day and night. God outlined the road to salvation and gave people joy. And God took endless time away from the people. God created beings to lead people in obedience to her. The red god, Juchilbara, the yellow god, Lapsilbeef, many gods and angels. Finally, God set out to create paradise where people would be happy just by being there. But there, God's strength ran out and she collapsed. All the world's people grieved this unfortunate event. God breathed her last. She returned to the dust, promising to come again. So God hasn't been lost. We must.他没有受伤的，我这边看出了。哎呦，在三角，我这这样，他们一打开一个家门口，哦，那碰巧吧。楼上看一下吗？看看。哦，这个可以雾，可以把它弄掉，真的是。这后面这个东西。靠边。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就吓人了。现在真吓人。之前说过，我打个叉叉。哎呦，啊，那个小白，小白的那个小亮个，哦，是去。那就得他差点被扎死的地方。对 ，OK， 那我们就去后面。跟你打架，啊。后面那边。跟你打架，啊。对啊。看，为什么倒下了？他为什么倒下了？你啊 OK 吗？为什么倒？他为什么倒下了？他被我开车救活了。你还在流血啊？你还在流血。我爆炸。有，我帮爆炸了。一个受伤处而已。然后那个那边还有一栋，那栋还有地方没收。这边。哇，六尸体。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边来，这边来。他剩下的，他们都在那边。我去叫他们。喂，阿林，去到位啊，看。过来了。这栋我有点印象，不过忘记它是什么东西。没
锤怎么长得一样？不长一样。教堂钥匙，这边有情报。教堂钥匙，好，教堂钥匙。再把一个旁边的话就死掉了，哈哈哈，我没遇到，真的有个地方难哦，靠，干你们笑死我了，他说把一个旁边的话，真的我真的没，干嘛干什么，没有，这里有一个人呢，有人去干，这边我真的没来过，好奇怪的照片。不要跑，关在里面干！我靠！有人呢，有人呢，一个自动步枪兵。那个家伙跑进去了，太神奇了！我们在监视着他来的。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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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How did you find the key？ 他说去学校你会找到那个什么什么。学校在哪？那就我们就一间一间搜，现在看起来就是要有钥匙才门才那个路障才会挡掉，才会弄掉，对不对？你只要捡到钥匙就可以了。这边锁起来了，只要捡到钥匙就是可以开门掉。
那么，快追动，追动，追动！是吧？追，好好。叫我不要走第一个，妈的！悄悄中有人在吗？大约中的情报员呢？为什么又是我呢？因为你懂英语了。我都不知道什么了啦，我都没有看的了。他都消失太快，我来不及读，然后就来不及读完，然后念出来这样。接下来是这一栋。嗯。是谁啊？就直接打上进去了。我就说来这里当脚踏垫哦，阿兵接好我。加。不行了。我进去里面当那个。这里面用海鸥看好了，反正死掉了，我死掉了。为什么？他叫他过来这边，过来我这边，然后会有人当脚踏垫，你就跑去那个。In the beginning， 我哪知道？那我们就离开这里。这边还有，这么说我过。喂。哎呀，就是追车男。对啊，这里这里追车男，三角追男的。对对，他开门嘞，他开门嘞。哎呀，他进去了，他进去了。我靠！我靠！死掉了。这死法也太神奇了。不是、啊，他刚我刚看到他是头上戴着那个，他头戴那个推车，他推车戴在头上，然后就。推车男，他头他是那个推那个水泥，那个推那个砖头沙土那种车子，啊、他 在头上，然后就，我们先进去这一间吧。看是红色墨镜，打宝。好几句。I want to play again.Play again. Play again.
看着封面，桌上好多药品啊，这些是毒品。反正护士说什么那个有人受伤，说什么不知道被什么尖锐东西刺伤，然后那个警察来问说有些问题，然后他们说在附近不远，在几个街道外的距离，就被那不知道什么东西刺伤，被怪物刺伤。地上有手枪。我没弹夹。有啊，我可以。干走了。Fuck you！ 走吧，快逃你！干什么啦？急不急啊？等下我们去这一栋。这样子是，我把它拖走。这边，楼上有一台那个，楼上有一台推车男，对，推车不是，推车。为什么要头卡在上面啊？有一个变红的，哦，我眼镜，呵呵。他头在楼上，救我！这是谁啊？救我！洛肯在那里干什么 ？Behind you！ 你再带走一个那个泰迪熊，然后这隔壁同学好像什么东西移动了，这样。一个椅子在其他房间，好像被有东西动了。我昏了，快点救我！谁昏了？我。哎，这边有信。我被什么东西打到了？被关起来的，好像就是这里。没有，不是这里，不是这里。Flash 救我！谁昏倒了？我。谁晕倒？我。老 Rock 晕倒，他晕倒在那个死尸吊尸下面。让开，让专业来。被卡住了，有具骷髅头，骷髅头上面有奇怪的开关。会把那个不是瓦斯炉吗？骷髅头上面那个不是瓦斯炉吗？不是的，我也是水阀。不是瓦斯炉的样子。这手你，他治不好哎。好了，不要再打了。没有，我在帮他包扎，我在帮他包扎。没有，我用你的第一人称看你，没有，我用作决第一人称。那自动去过打造上吗？我们还差2、4、6、12、13个地方还没去。走吧，我们。What the fuck? That's behind you, 在你后面。我刚有受伤哎。在你后面，他说的。干，你知道？干，我受伤了。我也受伤了。我受伤了。我又受伤了。你在挖地板吗？每个都是挖地板。我们在找那个，我们在找那个掉下来的，我们的隐形眼镜掉下来了，我们在找。走吧，继续拔木棒。等一下，我在包扎。
It's you. I thought you were... Sorry. Anyway, I'm glad you're alive. 找到什么? Anyway! What do you mean, anyway? You don't sound very happy to see me. 两本书都有。I was almost killed back there. Why didn't you try to save me? All you care about is that dead wife of yours. I've never been so scared in my whole life. You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me, could you? No, I just... Then stay with me. Don't ever leave me alone.